我出不了神山了，你们快走！不要，杰林姐姐，我要你跟我们一起走。你们擅闯神山，惹怒山神，他必须留下，为我们神山服务100年。什么？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精灵仙子是我们投矿河的精灵，拜托你们就放他跟我们走吧。去魔女王国采到我最喜欢的魔之花，我就放了他。魔之花？你们只有一天的时间。魔女王国在哪里？我们送你们去精灵之力。哇！什么人竟然擅自闯入我们魔女王国？我们是白雪熊们来这采魔之花。什么魔之花？你们也太大胆了。怎么了？魔之花可是魔女王国的神花，整个魔女王国只有一朵。可是我们必须要采到它。你们可真大胆，那朵花附近可是有很多魔兽在把守。你们还没靠近魔之花，估计就要被魔兽吞掉了。这也太可怕了。白雪，我害怕。怕就对了，快跟回家找妈妈吧，不要打魔之花的主意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要打。没错，精灵仙子还被困在神山，我们必须救出她。魔女凯琳大人，拜托您能告诉我们魔之花的位置吗？既然你们想去送命，那我就满足你们的愿望。魔女之力，火山，魔之花就在火山口，想拿就自己去吧。祝你们好运。白雪，快看，火山口还有2只喷火龙。看来那就是魔兽了，怎么能引开魔兽拿到魔之花呢？喷火魔龙，魔力 SSR 级，喜欢吃披萨、汉堡、薯条。哇，披萨、汉堡、薯条，兄妹，我有办法了。快看，山上有披萨、汉堡、薯条。披萨、汉堡、薯条，我的最爱。把他们引开了，太好了！魔之花，过来吧！太好了，白雪，我们采到了，我们快回神山吧。好，魔女之力，没想到你们真有本事拿到魔之花。魔女凯琳，你干嘛？快把魔之花还给我们！传闻魔之花吃了就可以增加100年的魔力，我才不给你们呢！可那是我们采到的，那又怎样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那真是对不起了。魔之花真好吃，你再见。白雪，魔女凯琳把魔之花吃掉了，这下可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魔之花怎么不见了？魔龙回来了，是不是你们偷走了魔之花？不是，可恶！靠我们的魔龙之力！白雪熊妹能从魔龙手下逃走吗？魔女凯琳吃了魔之花，精灵仙子怎么办？